这个影片有字幕哦，记得去 CC 那里呀。哎呦 ，What's up, everybody？ 那么你们看我桌上的材料，你们能够猜到我今天要做什么挑战吗？没有错，还是 Squid Game。那么在这个 Squid Game 里面，它有一个糖果饼干挑战哈，就是要比赛看谁可以把那个形状切得最美。OK， 那么首先呢，我要做这个挑战的话，我要有那个饼干，那么我要自己做了啦。我去 YouTube 看了啦，然后感觉那个做的材料其实很简单的啦，需要一个糖，白糖，普通的白糖就好，然后 baking powder。中文叫那个发酵粉，然后需要这个烘焙纸 baking paper， OK， 然后还需要一个碗，这个碗我只是需要用到它背后这个平平的地方了哈，那这个平平的地方，跟你女朋友的胸，我找不到那些三角形啊、雨伞啊，我最多只找到这个星星了啦，其他的我只买得到这个家的这个形状、鱼的形状。花的形状，然后这个 Hello Kitty 的形状呀， yeah， 我们就开始煮糖先了哈。好了吗，各位？那么现在你要先准备一个大锅，然后我们要把它烧热哈，等它热一下。OK， 差不多了，锅已经开始热了哈。哎，不知道加多少，大概了，加哦，会不会太多了？应该这样刚刚好了吧？啊嘎了，然后就开始煮吧。我们要把它煮成水一样哈，我们要把它煮成糖浆。目前效果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哦吼吼，来了。烧哦！啊，现在你可以看到哦，它已经开始了，看到吗？已经变水了，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。OK， 我们现在要转去小火。OK， 煮到它变水为止，不可以有这样白白一块一块的。融啊 ，Yeah， 这样应该是差不多的 ，Yep， 差不多了。然后放在这里。OK， 我们现在加这个 baking powder 了，我们要给它凝固哈，我们要给那个糖浆凝固哈，我们就一直转它。Oh yes，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。OK，Yes。对了啦，这个颜色对了啦，哈哈哈！鸡蛋糕怎么我不会湿美一点是吗？哈，咋？可以，我要湿美一点，给了。OK， 把这个 baking paper 放这边，哇，它有点要硬掉了，我要继续搅。来，我们倒上去哈。OK，good， 这个也是。我们要给它休息个30秒这样哈，30秒，然后要用这个扁扁的给它压一下，压平它。可以压平它了。可以了，它没有粘，你看。哎呀，不用翻这个了，这个麻烦。哎呦，这么这样粘的 ，Oh my God！ 哇，变披萨了，鸡蛋糕。啊 ，shit， 我 fail 了，惨。啊 ，shit。fail 了，这一块 fail 了。拿这个星星，然后做 ，OK。All right， wow， nice。可能还要多做几个，我觉得。哎，这样。All right， 哦，这样做比较整齐一点啊。GoPro 没有画面了 ，beautiful 哈 ，nice， very very beautiful， 喂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平了就好了，现在就拿我的这个花做一个印。
OK， 然后倒这个鱼，呀，啊 ，nice， 哒哒哒哒，终于好啦，各位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我第一个做的哈，然后这个是第二次做的，第三次做的变巧克力去，因为那个锅啊，我一直重用啊，所以它那个锅越来越热啊，所以它很快焦掉，所以它有点黑去。虽然这个有点黑，但是也不用紧啦，因为没有人要吃这个东西嘛，我们只是要看能不能把这个形状弄出来而已啦。OK guys， 那么就先从我的星星开始先哈。啊，我已经准备好我的针了，再慢慢刮。Gosh， 再撕多一片。OK 啊，这一次是花的形状。Oh my god！ 哇哇，它一上来就断，可是它没有断到那个形状，还好啊。是啊，我可以拿来舔哈，舔后面给它薄。咦，烧焦的。哎呦，哇、哦，还好，没有被破坏到。我觉得要慢慢这样擦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还没有输。哇，这一次我厉害了，各位。哎呦，哇，黑啊！你看，哇、哦，准啊！耶、yeah, ，第二次机会我终于赢了，各位。哎，罗兰，现在有四个，你随便选一个啊，看你会选中什么形状。OK， 这个不要。哇、哦，最难的，恭喜你啦！呜呼，等一下，来 ，Brand， 耶！我赢了，不战而胜。怎么你让我赢？我刚刚拿过去了，你就赢了。我去参加这个游戏哦，我已经玩那个456亿就是我了。不可以，你都没有挑战的东西。那选一个啦，鸡蛋糕。明明就是 set 好给我了。你有没有？快点，选多一个，快点。不可以，太没有挑战性了。好、oh, ，OK， 这个。哎，不可以，打开就打开了，鸡蛋糕。哎呀，鱼应该很简单啊。哎呀，来。这是你的针，这个输了会死的吗？会，我会打死你。他们是裂针是什么？裂了，我去，直接死。其实，这个鱼其实是你要死了，我打死你。OK， 接下来到下一个挑战者，大勇。什么？等下，还没有。拿着你的针先，你要先选，你要选清楚哦。刚才 Roland 死得很惨哦。啊，你随便选。OK。哦，花的 OK。你要整片拿起来，它会有点黏，不用紧。不过你要等下去洗手就好。咦？咦呀！不好吃。我也不懂。啊。可以，哎，啊，不错，哎，可以，哎，我这样简单了没？发呢？断了？断了？还没有，里面的形状还没有。耶！哎，看一下，哎，怎么那个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这样？这边。我不知道怎么判的，这个我那个线我都看不到了。可以啦，算你 pass 啊。哎呀，是因为它融化了，我那个线我不是看得很清楚，所以 OK， 欢迎最后的参赛者 Nicki Minaj。 哦，我记得这个最后一个是什么形状了，很适合你的。OK。
哒哒哒 ，Hello Kitty， 不爱。哦，你就是要这样慢慢唱，很耐心哦你。可能等我唱完那个 game， 时间到死了。哇、哦，行啊。OK。哇、哦，美美。哇、哦。断断尽尽 ，Oh my god！ 要多一段你就是完蛋了。哎，睡了一点点那个地，可是不知道有没有算过关。我觉得多一点点。给你霸完它，霸干净它，我再给你评分一下。等下啊。好了，断了。来看一下。哎，可是这样子看过去还蛮整齐的呢。你怎么选？好啦，我就觉得你就过关啦、啊。都咬不断。牙齿断裂。你不能咬不断。你的那个绑牙不要等下整个拉出来。可是它就是那种烧焦弹苦苦。完全不会甜了。OK， 那时候还以为甜。然后咬不断，太厚了。呜呼。OK， 那么今天的挑战就到此为止。所以今天的结论就是我跟 Roland 都输，大勇跟 Nicky 都赢。呀、yeah, 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